开局我直接把系统取回家，无需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各种奖励。只因我拥有着言出法随的特殊能力，不仅能够碾压大地境强者，还能召唤钢铁洪流为我征战四方。起初穿越而来的我发现自己竟躺在一个棺椁之中，身边还趴着一个美艳无比的女子。我心想这肯定只是一个梦吧，却不料伴随那名女子的亲吻，我竟发现周围的景观好似出现了七星字符。原来这个世界是我先前玩的一款修仙游戏，还穿越成了里面的大反派陈无忌。而此时棺椁外一场战斗正在蓄势待发，你们当初亲眼目睹小儿陨落，为何还要咄咄逼人强行开棺？不料那人 却是冷哼一声嘲笑说道：“你们二人如今与废人无异，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御灵宗宗主吗？”说着就举起手中利刃准备强行开棺。这时一道恐怖的灵压忽然从棺中爆发，他们惊讶的发现本该死去的大魔头陈无忌此刻竟死而复生站了起来。这不可能，先前我明明亲眼见到他被斩杀。说着就直接提刀向我偷袭杀来。可一道破字突然出现，挡住了他的攻击。只用一瞬间就将崆峒派大师兄直接秒杀。其余的几人还打算用人海战术，而我则是随意说出一个杀字，随即无数阴兵便从法阵中走出，替我将他们强行带入轮回。 我想不到这个自称是我娘子的人竟是一个系统，而且还说要帮我走上反派逆袭的道路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由得捏了捏他的小脸，心想这年头系统都做得这么泥吗？正打算好好探索一下他的各项功能是否齐全时，却发现他竟是高攻低防满脸害羞起来。不过在得知不成为反派就会被抹杀后，我也只好暂时先答应下来。小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，让我摸清游戏规则后，迟早把你整得服服帖帖的。而系统已经迫不及待地催促我踏上征程。而第一站便是汇聚着无数天之骄子的浪涛大。与此同时，我复活的消息也传入青梅竹马白小倩的耳中，她当即 决定也去参加浪涛大。陈无忌，我倒是想知道你可以复活几次。很快，我便来到了浪涛大禀报名处，发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主动迎了过来。他睁开双眼，我竟发现他是传说中的重瞳者。不过好在他并不是为了寻仇而来，只是单纯的想要见一见传闻中血徒十三州的陈无忌。我还没有走进报名处，便听有人正在打听叶凌晨的消息。而叶凌晨就是这个游戏中的气运之子，也是他先前斩杀了陈无忌。走进报名处后，我发现了那道熟悉的身影。记忆中的白小倩小时候就一直爱慕着陈无忌，甚至主动与其定下了婚约。可他见到我后，却是宛若惊弓之鸟， 还满脸警惕的与我拉开距离。起初我还以为他是见我死而复生，过于激动，却不料他竟直接挥舞灵鞭对我出手，还口口声声说我是大魔头，见状我面色变得阴沉起来。白大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久别重逢，刚见面就要教训为夫吗？白小倩冷哼一声说：“从我修炼魔功的那天开始，他就决定解除婚约与我划清界限。”陈无忌那陈无忌，可笑你为了他踏入魔道。原来这白小倩也只是个忘恩负义之人，当初白小倩身患疾病无法医治，为了救他才迫不得已修炼了那传闻中的魔功，从此风光无限的天之骄子便沦为了人人喊打的魔头。当时 白小倩还说，就算我修炼了魔功，她也会一直不离不弃，留在我身边。而如今她却好似没有发现过一般。难不成当初的一切都只是个骗局吗？可白小倩望着我，却发现好似忘掉了什么，只感觉心跳越发变得急促起来。她越是想要记起失去的记忆，就越是头晕欲裂。最终竟是直接昏厥，失去意识。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脉象混乱，显然是被什么人做了手脚。尤其是头部的许多穴位，更是被人用高超手段封印。我隐隐察觉，很可能是有人篡改了白小倩的记忆，于是直接将她抱起走进一家客栈，准备尽快救治。白小倩的丫鬟站在房门外警告我说：“我们小姐 她金枝玉叶娇贵的很，你最好别乱来。可很快，白小倩急促的喘息声便传了出来。原来是我为了充分救治，卸下了她一些装备。而与此同时，白小倩的爷爷白牧阳带着种弟子找了过来。师尊玉佩上显示，小倩她住进了这个客栈。说着，他们就推门走了进去。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涨红了脸颊，只因他们发现小师妹穿的格外清凉，身旁还有一名男子。很快，他们就反应过来，怒火大起。陈无忌，你个混账，放开师妹！可他们挥出的利剑却被一道灵力直接弹开，而出手之人正是他们的师尊白牧阳。你们难道看不出他是在帮小倩疗伤吗？说着，他不由得暗自 惊呼，这陈无忌到底经历了什么，竟在起死回生后拥有了这么高的修为，而且施法的手段竟如此高明，让我也难以看穿。经过我的探查后，发现竟是有人篡改了他的记忆。随着我伸手写下一个亲字，白小倩只感觉无数温柔的大手在轻轻抚碰自己。那段被封印的记忆也渐渐浮现。小时候他们是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，情窦初开后，两人更是定下了婚约。可后来陈无忌为了救身患怪病的他修行了魔功，而自己不仅将他忘记，再次相见时还说他是大魔头，找回记忆的白小倩自责的抱头痛哭。爷爷，我怎么会说无尽哥哥是大魔头？他明明 是那么好的人，我真是太坏了。可他哪里知道，就是爷爷当初篡改了他的记忆。因为当初我陨落的消息传来，白小倩根本承受不住打击，命悬一线。白老迫不得已才用秘术篡改了关于我的记忆。随后白老将我带到附近的林子中，陈无忌，你想要站在小倩的身边，就让老夫看看你到底有何实力。随着他大手一挥，灵力瞬间演化成波涛汹涌的浪涛，而这正是白家绝学上善静海。我则是不慌不忙地伸出一根手指，随即身后便赫然出现一片血海，两道截然相反的灵力对撞在一起，易散出的恐怖灵力让百里之外的武者都为之骇然。这小家伙 死而复生到底经过了什么？我已经近乎用出全力，而那小家伙居然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。这时，白小倩急呼呼地跑了过来：“爷爷大坏蛋，你修为那么高，怎么能欺负无尽哥哥？”闻言，白老脸颊顿时一红。
他是真的不想说自己打不过陈无尽。很快白老便将篡改记忆的事情告知，为了弥补心中亏欠，他将白家秘传功法上善净海传给了我。小家伙，你的灵力虽然浩瀚若海，可各种灵气交织太过杂乱，有了我白家功法从中调和，短时间内定然可以让你的实力上升一个维度。看着我瞬息之间就领悟了功法，系统也来到我的身边不停称赞，真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。见状我的心里却是不由得咯噔一声，毕竟白小倩就在旁边呢。转头一看，发现她果然气呼呼的嘟着小脸，无尽哥哥他是谁啊？我从刚才就在想，这个女人肯定就是让你起死回生的世外高人吧。很显然我和系统都没料到她会那么单纯。白小倩还傻乎乎的抓住她的手不停表示感谢，一旁她的丫鬟提醒说，小姐你太大意了，万一她是你的情敌呢？闻言白小倩婉然一笑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无尽哥哥只喜欢像我这样的清纯少女。莫名其妙被阴阳的系统被气得牙痒，我倒是小瞧这个小妮子了。系统老婆气得当场翻起了白眼，你居然敢说老娘老，老娘选了3000多个模型才确定的形象，居然敢说老娘老。陈无尽赶紧上去拉架，白老也咳嗽了一声提醒他注意场所，你们难道没注意到林子里来的其他人吗？陈无尽扭头看去，心里的火苗挠一下就行。这个小胡子男人就是曾经出卖过自己的王腾龙，没想到你居然靠出卖我的行踪混了个御兽宗大师兄，可真有出息。看到陈无尽出现，王腾龙也十分震惊，刚要动手时手下就在旁警告，陈无尽刚复活修为大涨，咱们以后再收拾他。王腾龙咬咬牙撂下去狠话，算是认怂。可当他从陈无尽旁边走过时，原本得意的陈无尽脸色一变，冷冷地喊了一声站住。怎么，你想打架？我的杀意竟被当众公布，众人第一次感受到这股无尽杀意，只感觉仿佛在面对尸山血海一般。这一切只因我的贴身侍女清朝消失不见，而他的铃铛却出现在叛徒王腾龙的手中。起初本想在浪涛大笔时再除掉他，如今竟发现他竟敢对我的人动手。我劝你赶快将清朝的下落告诉我，否则你们今天无法完整的走出这里。随即我的身上赫然出现金黑两色闪电，众人顿时一惊，那是雷霆之火，世上怎会有人能够驾驭天罚之力？一旁的王腾龙还在打肿脸充胖子，我堂堂一个元婴期还怕他不成？可他的手下却是将他无情拆穿。老大，我们还是跑路吧，这家伙的灵力好像远不止元婴期啊。白老看着我那蓄势待发的杀意也暗道不妙，若是这小子在这里伤了人，肯定会失去浪涛大笔的资格。于是他赶忙催促自己的孙女去劝一劝，可白小倩却是小脸一堵，我才不要，而且杀意凛然的无尽哥哥真是太帅了，我给过你们机会了，是你们不珍惜。随后我挥手间保护的灵力冲击，虽然王腾龙早早的就做好了防御准备，可他的防御竟如同玻璃般被瞬间击碎。这时一道纯白色的灵力忽然将我的攻击化解，而出手之人正是主持此次浪涛大笔的郝连长老。我惊讶的发现此人就是不久前遇到的重瞳者。这时白老砰的一声将手拍在郝连长老肩膀上，你这老家伙怎么来这里了？随后两人竟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，而王腾龙则是暗道不妙，起初他还以为突然出现的长老是来救他的，结果到头来竟是对方的人，无奈只能同意让我们搜查御兽宗的领地，这里可是我的地盘，你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它藏在哪里。而此时被关押在暗道之中的清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这些日子里那群歹人觊觎着他的美色，是他以性命相逼，这才让他们束手无策。可长时间没吃东西和休息已经让他难以保持意识的清醒，而外界的我眼看寻常方法难以寻觅，于是说出一个寻字作用在铃铛之上，随后竟从铃铛上投射出一阵虚影，记录着王腾龙将清朝带入暗道的踪迹。得知方位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打通暗道，发现此时的清朝已经失去意识，而一旁的歹人正准备对他动手。见状含怒出手的我直接将人渣彻底打成了渣，女孩错以为清白被毁嚎啕大哭，原来是一直侍奉的少爷将他从恶人手中救出。当时无数宗门以我修行魔功为由联合讨伐，清朝为了帮我跑去找王腾龙求助，却不料他竟是暗中告发我的叛徒，于是被其囚禁在密室之中。他知道王腾龙对自己有不轨之心，用性命相逼，这才暂时阻止了他们。一直不吃不喝了无数个日夜，终于等到了我死而复生前来营救。这时郝连长老突然现身，告知我此次浪涛大笔的宗门都会派出3人，而关于参赛名额上，众人却是争抢起来。我心想，清朝天生万毒不侵之体，又精通各种草木之术，在浪涛大笔上肯定用得上。而白小倩则是气运之女，自然也要带上。至于拥有神魔之体的大魔王楚晴汐，那就算了，因为他的实力虽然强大，却十分中二且自大，经常会因为轻视而被实力不如自己的人打败。晴汐姐游历归来，想必是进步很大，不如露两手给我们开开眼。听到我的夸赞，她整个人都开始飘飘然。于是我们两人便来到院子里准备切磋一番。摆出奇怪架势的楚晴汐说了一大堆中二话语后，这才汇聚出滔天魔气向我攻来。可面对他的攻击，我却浑然没有防御的打算，因为我发现他那狂暴的魔气根本控制不住方向。刚才纯属意外，接下来才是我的真正实力。魔气之中赫然出现一柄冰刃朝我飞来，一旁的白小倩惊呼一声，这灵刃竟有化虚为实的迹象，而我只是缓缓伸出一根手指，就让这道威势惊人的魔刀难以向前半步。这时楚晴汐忽然反应过来，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，借口我输了就不让我去参加了对不对？见状我只能语重心长的换了一套说辞，晴汐姐啊，这场比赛的真正危险实际上是在场外啊，我们必须得留一个稳妥的人提防才行，相信你的万魔之力定能镇压一切邪祟之人。显然这些话对楚晴汐十分受用，而系统看着两人却是满脸无语，都穿越到玄幻世界了，就别玩梗了好吧。可此时的我却跑来参
参加天骄大会，而众多长老们显然没意识到这是一场降维打击，而第一个遭殃的就是先前与我有过过节的御兽宗，他们为了获胜不惜请出了阵中的金翅大炮，却被路过的我发现随手就做成了红烧大炮。这时气运之子叶凌晨忽然现身，先前就是他将我斩杀，看着他的模样我不由得嘀咕起来，这家伙怎么和游戏里的不一样，看起来有些娘们唧唧的。忽然叶凌晨询问白小倩为什么和我在一起，是不是我强迫他的，我忽然想起这俩人才是游戏中的男女主，看着他肆无忌惮的牵起小倩的手准备带他离开，我顿时怒火中烧准备出手，却发现小倩他一把甩开叶凌晨，你还以为我是那个被你蒙骗的小丫头吗，都怪你让我误会了无尽哥哥，说着便催动藤蔓向着叶凌晨攻去，而他则是吹响笛音挡住了藤蔓，然后随后便打出一团异火，可一道猛烈无比的风刚忽然出现将火焰撕毁，见状叶凌晨不敢大意，直接动用了自己的底牌大招，一段摄人心魄的笛音被他奏响，哪怕远在外界的众人也感觉灵魂要离开肉身一般，我虽然并未受到太多影响，可小倩和青昭两人显然无法坚持多久，于是我便赶快催促青昭使用灵气形成阵法屏障，这才暂时挡住了那无孔不入的摄魂笛音，而我也毫无顾虑直接闪身来到叶凌晨面前，准备让他领悟一下什么叫一拳超人，可这时他的嘴角却掀起一抹冷笑，随后笛音竟化作绳索一般将我牢牢束缚，可他很快就发现我竟像水一样开始快速消融，并且在一瞬间就将自己困在了水团之中，原来先前的拿到身影不过是我用水凝成的分身罢了，而外界的白老见状也是惊骇无比，那是我送给他的白家功法，没想到一天时间过去竟比老夫还要精通，而此时的我却惊讶地发现那所谓的气运之子竟是一名女子，原来就在我和气运之子叶凌晨决斗时，御兽宗的人根据金翅大鹏的感应来到这里进行偷袭，可这时他们却发现始终找不到金翅大鹏的踪迹，见状我举了举手中的红烧大炮挑衅说你们是在找这个吗，王腾龙等人没想到阵宗神兽竟被做成了一道美食，心痛与愤怒交织的他叫嚣着要我好看，随即便召唤出本命魔兽暗影魔火，可被愤怒冲昏头的他没有想到既然我能将他们的阵宗神兽做成食物，实力自然是已经和他们不在一个次元，对了，现在小倩还没有领悟出银蛇狂舞技能，正好用这个机会触发一下，于是我便手把手的传授他秘诀，伴随着一阵高深的灵文从小倩口中说出，小白整个身躯都被一道寒芒覆盖，小白让御兽宗的那群坏蛋尝尝你的厉害，可现实却是暗影魔虎一巴掌就把小白给拍晕了，就在众人以为小白觉醒失败时，无数道白色灵气忽然涌出将暗影魔虎牢牢束缚，只见虚空之中赫然出现了一道洁白的身影，而这正是小白进化而出的人形态，只见数之不尽的白色灵力将暗影魔虎蚕食殆尽，小白收回灵力的同时也吸收了暗影魔虎的力量，陈无尽你吃我阵宗神兽，杀我暗影魔虎，我跟你没完，随后他竟将宗门弟子的契约魔兽全都释放了出来，不过被团团围住的小倩和青昭却喜出望外，因为他们对我的实力绝对自信，而且这些魔兽之所以能被带进来是占用了其他人的参赛名额，只要将其打败就能收获海量的身份玉牌，就在我准备出手时却见无数风刃袭来，王腾龙崩溃的发现魔兽大军竟被直接打成了渣渣，原来出手之人正是先前被御兽宗偷袭的叶凌晨，起初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伪装已经消失，注意到我的视线后这才猛然反应过来，慌乱中挥舞着右手打出一道龙卷，让王腾龙等人直接起飞，陈无尽臭流氓你还往我这边看做什么，大手一挥大喊一字滚，却将王腾龙他们送上天去与太阳肩并肩，而属于王腾龙他们的玉佩也从天空掉落，这得来完全不费功夫啊！这时一道灵气利剑划过陈无尽的脸颊，叶凌晨拿着笛子表示陈无尽你注定是要输的，你就算捡到再多玉牌也无用，然而这时大地震动，陈无尽以为是叶凌晨干的好事，但叶凌晨立马否认是他做的，而在他们的前方一阵浓烟四起，仔细一看似乎是有人在被什么东西追赶着，突然又一阵轰隆声响起，周围树木全部被摧毁殆尽，一只巨大的三眼魔狼从浓烟中冲了出来，他的随意一掌就是一人丧命，逃跑的众人拿他完全没有办法，甚至还有人命丧魔狼的口中，面对弟子们的求救，这位缺月宗的枯木桌出手了，开枝散叶本自然，阴阳生克有衰盛，随着灵文字的写入，大地上无数的藤蔓拔地而起，互相缠绕，朝着魔狼攻击而去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绞杀三眼魔狼，却是很轻松的躲过了。在枯木桌的震撼目光下，三眼魔狼直接冲过他的藤蔓，来到了他的身前。在三眼魔狼一口咬下时，他巨现了一根巨木在魔狼口中，这才躲过了魔狼的血盆大口。但随着三眼魔狼口中巨木的咬碎，他把一旁的缺月宗弟子拉了过来，然后直接把那名弟子扔入到了魔狼的口中，以此争取时间来逃命。随着三眼魔狼的追逐，也是来到了陈无尽的面前。面对袭来的三眼魔狼，陈无尽伸出他的大手，在他面前形成了一个蓝色的防护罩，而三眼魔狼也并没有撞碎这护罩。陈无尽看着护罩外的魔狼说道，这魔狼有千年魔气防守，不是长久之计，必须找出破绽先下手为强。叶凌晨闻言他准备动手解决，但随着他的动作，本就毁坏的衣服撕拉一声再次裂开，这让他一阵羞涩，连忙停止了手中的动作，羞涩的低下头不敢看人。而这时一件外衣披上了他有些走光的身躯，陈无尽表示既然不方便就留在这，有他在怎么好让女孩子勉强。羞涩的叶凌晨没有再说什么，陈无尽则让小晴和青昭看好防护罩，随后他向掌心一滑，从护罩中一跃而出，而三眼魔狼在嗅到了陈无尽留下的鲜血后，立马就是朝着陈无尽追逐而去。陈无尽在面对三眼魔狼的利爪袭击，他向上一跳将之躲过，
在空中的他发出一声轻笑，想到了什么。既然是兽，就要用对待兽的方式驯服他。只见他双手合拢，封进角功名将军列位城，灵文字的用出瞬间化作一张大网，血色天网从天而降，朝着三眼魔狼围捕而去。外边的吃瓜群众又惊呆了，他们没想到陈无尽竟然用出了血咒。而这时上方观看的长老也突然震惊地站了起来，因为陈无尽竟然已经能将血咒化解，这是何等了得的天赋啊！你敢相信这样的小正太竟然是恐怖的三眼魔狼化形吗？此时的陈无尽血咒化剑在化作一张滔天大网，以剑气加持将三眼魔狼镇压在他的血色天网之中，而剑气产生的余波众人都有些承受不住，可想而知身在天网中的三眼魔狼在承受什么样的压力。这时在镇压魔狼的陈无尽他发现了什么，只见那三眼魔狼的血色瞳孔中竟然流下了眼泪，这是哭了吗？难道还存在理智吗？这么想的陈无尽便准备看看三眼魔狼的内心，而在三眼魔狼的内心深处所显现的正是他化形的形态，是一只可爱的小正太。在记忆中所看到的是小正太他哥哥找到了他要保护的主人，准备跟他主人闯荡整片大陆。小正太虽然为他哥哥找到主人而高兴，但他很快又失落下来，因为他们魔狼族一生只能侍奉一位主人，而他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他的主人。小正太的哥哥见他弟弟失落，温柔摸着他，让小正太不要灰心，族长说过缘分不是那么容易来的，你要等哦。这一句话让他一直等了下去，但等到的却是魔狼族长的驱逐。因为在这等待的过程中，小正太他长大，按照族规他该将巢穴让出来，然后到地下去沉睡，但小正太他不服啊，他还没遇到可以收服他的主人，凭什么让他离开啊？而这不懂规矩的做法瞬间就让这魔狼的族长怒了，轻而易举的将小正太镇压，同时让他认清现实，太弱了，像你这样的魔狼是不会有作为的，你早该被淘汰了，掉入地底深渊。小正太听着族长那话语，淘汰吗？他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，他已经撑了那么久吗？在瀑布中锻炼，在与同族之人切磋，在学习魔狼族的法术，这些都应该结束了。在外边陈无尽将这一切看之眼里，他开口出声表示，如果你真的想要结束，今天就不会被兽血唤醒了，不是吗？然后瞬间将他手中的血咒之剑捏碎，顿时产生了一股恐怖爆炸，在空中炸裂开来，让远处观战的人群直接震飞出去。而陈无尽坐在空中撑着下巴看着魔狼说道，要说弱小吗，确实是弱小了一点，个头也不大。这话顿时让别人无语了，这还不大吗？你还想要多大呀？而陈无尽咧嘴一笑，但这只是因为你没有遇上我，真正的驯兽人又怎么会让人小看了自己的灵兽呢？说着陈无尽一心二用，两只手同时在空中书写着灵文字，这一做法让下方不管是叶凌晨还是白小晴他们都震惊，竟然是双重的灵文字，看来无尽哥哥是真的要收服这只魔狼。在三眼魔狼的意识深处，本来还不服气的三眼小正太要和陈无尽比划比划，陈无尽见状阴阳怪气地说道，一个人孤独了千年，现在连主人都想咬吗？一大把年纪了，成熟点吧。三眼小正太在听到主人两个字战意瞬间消散，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出来，他终于是等来了他的主人吗？而陈无尽上前摸着小正太的小脑袋说道，别浪费了我特意为你写的真言，长大吧奥义。玄幻世界中开坦克你们见过吗？在陈无尽收服了三眼小正太之后，其他人见状想偷袭，想要捡便宜，一道血色爪痕突然间闪过，袭来的武器接近破碎，而除了武器那些人也同样不例外，享受到了那血色锋利的爪痕的滋味。出手的正是小正太敖影，看着他们敖影不屑地说道，就凭你们几个渣子也想伤害我的主人吗？而陈无尽这边无视的白小晴和青昭两人都扑了上来，一人抱一边抱着陈无尽和他贴贴。敖影在看到他的主人那么地快乐，他摇着尾巴对他的主人询问，主人这也太快乐了，跟了主人以后他也可以和姐姐们贴贴吗？陈无尽闻言表示他可以，你不行。这让叶凌晨看了直接无语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宠。这时叶凌晨好似察觉到了什么，一颗飞剑瞬间就从他的手中射出，打向了远处的一人手臂上，这人正是之前用同伴性命逃命的枯木桌，他似乎是给谁发了信号，等着吧，将近有万人的攻击足以把你们撕碎了。而秘境内的众人在看到那个红色信号弹后，所有人都朝陈无尽位置聚集了过来，将陈无尽他们团团围住，毕竟陈无尽的前身可是血屠了个大宗门。而陈无尽顿时握住了枯木桌的手，一脸期待地询问枯木桌是不是真的，真的有近万人那么多，你不是在吹牛逼吧？问完的陈无尽嘴角上扬，靠靠靠，太好了，他终于有机会锻炼一下他的小宝贝了。青昭和白小晴一听这还得了，竟然还有其他的小宝贝纷纷朝着陈无尽质问，陈无尽连忙表示不是那种小宝贝，你们两个误会了，那么就决定是你们了，出来吧，肖特卡尔。只见在陈无尽甩出的红色漩涡中，坦克从里面冲了出来，好家伙，玄幻世界开坦克真有你的陈无尽。巨大的轰隆声响起，一辆接着一辆坦克从里面冒了出来，这压迫感让枯木桌冷汗直流，只是这是什么东西啊，他怎么没见过？其他不明所以的人也纷纷嘲笑陈无尽，就这个死物能保护他吗？真是笑死人了，弄几个铁疙瘩吓唬谁呢？陈无尽听了摇了摇手指，不不不，我说你们这些宗门子弟修为不高就算了，平时也不好好读书，难道各宗门的建造课都用来睡觉了吗？
随着话语落下，坦克的操纵杆也显现在了陈无尽的手中，而陈无尽的那些话语也是让各大宗门弟子很不爽，纷纷要干碎他。陈无尽对此根本不在意，随着按下操纵杆，那个红色的骷髅头按钮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建造狂魔的硬实力吧。一阵滴滴滴响起，辅助瞄准开启，顿时陈无尽召唤出的那些坦克炮口开始泛起光芒，轰的一声响起，个大宗门弟子所在位置直接就是被轰炸了。枯木桌还想用灵文字抵挡，但是一颗炮弹下来直接将他身前盾牌打散。随着一阵砰砰砰响起，个大宗门弟子瞬间被炸得人仰马翻，慌忙跑路。陈无尽坐在坦克上，看着周围变成轰炸区的他哈哈大笑，看着下方宗门弟子，他大声喊道，怎么样都不够嚣张，做好被我这个反派摧残的觉悟吧。而白小琴看着坏坏的陈无尽，他顿时爱了他，好坏我好爱呀。只是吃了一口勺中的美食，叶凌晨竟然露出了这种表情，难道是我药王来做饭了吗？在之前陈无尽召唤出坦克之后，将那些宗门弟子给轰炸了一遍，让他们尝尝现代炮火的厉害。之后陈无尽便对叶凌晨询问要不要跟他组队，开玩笑叶凌晨这怎么可能答应，但奈何他肚子不争气，发出了咕噜咕噜声，让他想拒绝的话语戛然而止，尴尬脸红的低头不敢见人。陈无尽见状偷笑了起来，清朝贴心给叶凌晨台阶下，表示晚餐时间到了，是该吃饭了。不久后的一处山洞，铁锅滋滋的响起，正是清朝拿着铁锅炒饭。白小琴已经被其中的香味馋得流口水，片刻后一碗香菇炒肉饭递给了白小琴。白小琴迫不及待的大口大口吃着，同时还不忘夸清朝的厨艺好。清朝被夸的都有些不好意思，这还要多亏少爷带了能提升灵力和药效的推举，才能做出这么美味的佳肴呢。好说好说，陈无尽眨了眨眼睛，随后陈无尽拿起一碗递给已经流出口水的叶凌晨，来尝一口。陈无尽看着叶凌晨毫无反应，直接将碗贴在了叶凌晨的俏脸上，来尝一口吗？脸红的叶凌晨没办法接了过来，同时不忘嘴硬的说道，谅你也不敢投毒。之后张开自己的小嘴将炒饭送入口中，只是吃了一口，叶凌晨脑海中仿佛有晴天霹雳炸开，双眼立马变成了红星，红晕漫步在了他的脸颊上。这是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个炒饭这么好吃？好吃到他衣服仿佛都要炸开了，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粒粒柔韧又吸满汤汁的米饭。而陈无尽在他耳边吹了一口气说道，看不出来长得瘦还挺能吃啊。只见叶凌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将他面前的炒饭吃完了，锅中空空如也，这让白小琴很不满啊，他才吃了一点啊。在清朝说了他会重新做一份，白小琴这才冷静下来，然后还不忘让清朝多放一些灵芝。而陈无尽看着相亲相爱的两人露出了猫笑，这让一旁的叶凌晨感觉怪怪的，不过想想也就算了，反正他现在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。在另一边，各大宗门弟子身上都是车轱辘印，连枯木桌也毫不例外，心有不甘的他握紧了手中的木牌。而在不知名的某处，赵叔若正给他鸟笼里的鸟喂食，这时他注意到一旁木牌散发出动静，只见枯木桌从那木牌中冒了出来，咬着牙对着赵叔若说他无能，陈无尽比他强太多了，连王腾龙都被他打出局了。赵叔若闻言轻笑一声，无妨，从一开始我也不指望你们能做什么，只是没料到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废物，养了这么久的小宝贝儿也是该让他们出场。枯木桌看了有些惊骇，因为他认出了赵叔若笼中之鸟，这是能够穿越所有结界到达各种玄幻之地的玄川鸟。在赵叔若的话语落下后，他身前的鸟笼顿时破碎，玄川鸟如利箭一般射出往高空飞去，而更何况他们远远不止这个用途，越可爱的东西可越具有欺骗性的。陈无尽他快乐了，他没想到竟然能体验到令人窒息的温柔香。在陈无尽用坦克把那些宗门弟子炮轰了一遍后，他们就内讧了，和当初说的完全不一样，陈无尽太厉害，他们打不过呀。这时坐在一旁的红发女子站了起来，见他们对陈无尽束手无策，他表示那就没有结盟的必要了。枯木桌听了刚想问他是什么意思，红发女子公瑶便说道，反正这第一轮也不会只有一个获胜者，我们就个凭本事吧。说完的他便让熏风堂的其他女弟子跟他走，而枯木桌见他们离去也是丝毫没有办法。在离开后，熏风堂的女弟子问公瑶接下来他们该怎么办，公瑶头也不回地说道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，看他们两败俱伤，咱们从中捡鹬牌就是了。听到这话，女弟子表示这么做会不会有些不光彩呀？公瑶听了切了一声，只要能得到胜利过程光彩不光彩谁在乎，你们不要忘了各宗门现在是怎么看待我们熏风宗，说我们只会运用媚术，是开窑子的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在比赛中取得成绩，让他们不再小瞧我们。在公瑶一脸气愤中，玄川鸟突然来到他的身后，他小巧可爱的模样一下子受到了熏风堂女弟子的欢迎，甚至还因为看到他而振作了起来，连公瑶也不例外，不能因为他们漂亮就被忽视咱们的努力，有必要让那些臭男人知道他们的厉害。但这时落在公瑶手上的玄川鸟突然咬向了公瑶，顿时一股粉色的氤氲气流注入到了公瑶的身体中，这一下就让公瑶站不稳了，只觉得身体非常之热。也就在这时，在他们的头顶上方，一群玄川鸟朝他们袭来，每只玄川鸟都划破熏风堂的女弟子们，
森林中顿时响彻起女孩们痛苦的叫声。而另一边，山洞内陈无尽被拍了一巴掌，原来是白小晴睡觉做噩梦，梦到陈无尽被欺负，在梦中跟人打架呢。陈无尽看得温柔轻抚着白小晴的小脑袋，小晴不生气哦，现在没人伤得了我了。白小晴也是呢喃出声，无尽哥哥小晴爱你。听到这句呢喃声，陈无尽顿时就是和白小晴贴贴了，他的老婆太可爱了。当陈无尽还真是幸福，这么多妹子都对他心心念念，再多来点他也不介意的。而这时陈无尽突然听到有人求救声，他走出山洞外查看情况，顿时他的脚就被人抓住了。公瑶不知何时来到了这里，他脸色绯红的喘着粗气，好热，快救救他。而山洞内青昭这时醒了过来，白小晴他们也不例外，因为有一个很甜腻的香味传了进来，把他们熏醒了。而他们发现陈无尽竟然不在他们的身边，便出山洞来寻找。只是刚出来，眼前的一幕瞬间就让他的眼睛瞪大，只见陈无尽被三位美少女团团包围住，陷入了美女的怀抱中。而陈无尽大喊着误会，快救他。然而公瑶直接将陈无尽的头向上一抬，看向他问道，什么误会啊，难道我们这个样子有臭男人不喜欢吗？白小晴怒了，他生气了，陈无尽竟然开始了左拥右抱。而陈无尽他也不想被动的享受啊，只是这女人力气太大了，一时间反抗不了。但等一等，他眼里怎么会有眼泪，难道不是他的本意吗？想到这一个探子林文字写出，他顿时就明白了，眼前这个女人竟然身中玄川鸟的毒液。那怪不得了，只要被玄川鸟咬了的人都会被动激发体内的技能，为这些鸟的操控者所用。看着又要亲过来的公瑶，陈无尽立马推开，现在他不能用灵法为他解毒，不然以他们现在的经脉根本承受不住。这一幕不用说，白小晴和青昭两人已经要被气死了。而陈无尽还不嫌事大的抱着公瑶说道，哎呀，真是没办法呀，我这该死的魅力，你们说我要不要勉为其难把他们几个都收了呢？这话一出，白小晴身上顿时黑气直冒，直接化身成病娇开口，还没澄清就想着，那小琴，是我平时对你太温柔了吗？陈无尽。青昭也在身后小声逼逼，就算要那也要那招啊。而这时白小晴抓住青昭的手臂，冰冷说道，既然如此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说着白小晴直接将青昭扔了出去，直接砸向了陈无尽，造成了 9999 点的暴击。而白小晴在扔出青昭后才从病娇中恢复过来，担心问道，你们没事吧？一旁的叶凌晨看麻了，刚才那个状态的小晴他完全不知道啊。这时被玄川鸟控制的公瑶喊了一声，可你们这些女人不要来碍事。似乎是因为玄川鸟毒液的缘故，公瑶所修炼的媚气开始爆发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喊道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我搞不定的男人。很快的，叶凌晨和白小晴两人都深受媚气影响，青昭正担心的看去，陈无尽这时却抓上青昭的手，在青昭一脸疑惑中抱上他。陈无尽眼神一凝，熏风宗最擅长的媚术已经发挥到了极致，他也有点受不住了。这时系统御姐突然在陈无尽身后现身，让陈无尽想想办法，人家在你身体里也快热死了。而陈无尽一口咬上青昭的脖子，因为青昭是天生百毒不侵的药体，委屈你一下了可能有点疼。在吸了一点青昭的血后，陈无尽也是恢复过来了。青昭表示他还可以的。陈无尽听了说道，没事，昭儿先休息一会儿再拜托你出手。公瑶看着眼前的一幕，他怒了，竟然敢在他面前还对其他女人勾三搭四，一定要让你死在老娘的千娇百媚手上。陈无尽看着无数向他抓来的粉红玉石，他不躲不避，绿色的灵文字在空中写出，一指戳向了公瑶的眉心。哪里来的骆驼客呀，沙里红巴黑又黑，一股歌谣声涌上公瑶的心头，那是他最爱的母亲为他所唱的歌，但这股温馨没多久就被破坏了，因为他是他的母亲和魔族所生，为宗门所不容，本来生男为奴，生女为娼，但因为母亲师父的仁慈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，但想要在宗门生活下去完全不可能。还小的他直接就被带离了母亲的身边，被卖到一所风月场所，因为他不卖身的缘故，生活并不如意，但终有一天遇到有权有势之人对他想用强，看着周围的人是那么的迫不及待，他心中不禁发出质问，为什么他要面对这种事情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难道他天生就该这么卑贱吗？难道他天生就应该是男人的玩物吗？好，既然你们要玩，我就陪你们玩。手中的指甲长出，瞬间一抹血色闪过，所有人发出一声惨叫，鲜血遍地流淌。公瑶宛如恶魔一般发出一声呢喃，来玩命吧，来玩命吧。公瑶宛如恶魔一般发出一声呢喃。而陈无尽也明白了，因为备受欺凌，所以觉醒了不得了的能力，受到记忆中影响，公瑶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，准备解决陈无尽。陈无尽抓住公瑶攻击过来的玉手，唱出了公瑶母亲那首儿歌，听到儿歌的公瑶顿时怔住了，口中也不禁跟着唱出了那首儿歌。而陈无尽温柔地抚摸着公瑶，让他平静下来，随后将公瑶拉了过来，将公瑶紧紧抱住，模拟着公瑶母亲对公瑶说的话，快睡觉，好好长大。公瑶听到这再也忍不住的哭泣了起来。而就在这时，陈无尽转头对着青昭大喊，昭儿就是现在。青昭听到他少爷指令后，立马用出了他的能力，化腐为简，
以蝶度生，顿时间青芒大放，无数细小的蝴蝶在丛中飞舞。陈无尽也紧跟着写出灵文字，以青招的能力为引，顿时一个硕大的镜子出现在了陈无尽的身后。飞舞而来的青蝶飞到熏风堂的女弟子身上，吸收玄川鸟的毒性。青招在见到青蝶吸收所有的毒性后，将青蝶都回溯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在他的体内一一破损，用他的药体净化这些毒素。一时间过于庞大的毒性让青招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吟。陈无尽便走到青招身边，抱着青招关心的询问没事吧。青招闻言表示没事，只是玄川鸟的毒性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消化。而一旁的白小琴两人松了一口气，他们的腿终于不软了。这时恢复过来的宫瑶想要走过来，白小琴见了顿时炸毛了，制止宫瑶的动作，让他不要过来。陈无尽看着炸毛的白小琴表示没事的，宫瑶这才缓缓走到陈无尽跟前，羞涩的向陈无尽道歉：“你救了我们一宗的人，说什么我也没办法与你为敌吧。熏风宗会退出这次的竞争，就当还了这个人情吧。”熏风堂的女弟子听了还想说什么，宫瑶直接抬起手掌制止了他们。他已经心意已决，只是他在转头看向陈无尽时，他的脑袋上不禁浮现了出来一个问号，因为此时陈无尽正拿着小粉去。随后又在他的储物空间中不停翻找他平时做的衣服，只是好像没有太合适的。宫瑶看着被扔出了的衣服顿时怒了，问陈无尽在干什么。陈无尽根本不予理会，他正双眼放光的看着敖影从储物空间中拿出的比基尼。而白小琴看了光速般从敖影手中抢过比基尼泳装，大喊着不可以，这种衣服只能小琴穿给无尽哥哥看。青昭在看了后觉得这种衣服好像他穿比较不会浪费。宫瑶看得冷汗流下，询问陈无尽到底要干什么。而陈无尽听了伸出一根手指说道：“很简单，给你们一个机会加入我们，我向你保证，除去玉林宗前三甲的位置一定有熏风宗的一席之地。”宫瑶看着陈无尽伸出来的手不禁问道：“喂，为什么要帮他？”陈无尽听了思考一会说道：“怎么说呢，比起说我欣赏你绝处逢生的勇气，或者宁死不屈的傲气，不如说是比起那些乱七八糟的男人，我更喜欢帮你这种大美女了。”宫瑶听到陈无尽说她是大美女后顿时脸红，再看陈无尽不是在说笑后，她也露出了真诚的羞涩微笑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这衣服是这么穿吗？陈无尽太会玩了，他亲手做出好几套现代的衣服，蛊惑着让熏风堂的女弟子们穿上，其中就有宫瑶的 JK 小裙子。当宫瑶穿好出来后，脸色顿时羞红。JK 小裙子完美般的将宫瑶的身材展现了出来，再加上她那修长圆润的大长腿，穿上黑丝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陈无尽看得直喷鼻血，而这也不用说，直接惹怒两女。不过你以为只有宫瑶穿 JK 吗？别忘了还有熏风堂的女弟子呢。只见有身穿兔女郎的，有身穿死水裤加兽耳的，有身穿修女装扮的。陈无尽直接看呆了，这是什么幸福生活呀？曾经的他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让满屋子的抱枕海报都变成软绵绵香喷喷的妹子，现在他已经实现了。想着就把青昭两人抱在怀中，又忍不住在山顶大喊起来：“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”但这时一颗石头向他砸了过去，陈无尽脸色顿时就阴沉的看了过去，是哪个傻叉敢打扰他装逼。而陈无尽前方不知何时站了一个肌肉猛男，陈无尽看后简直要笑死，也就一晚上没见，偷偷举了几斤铁啊，练得跟个肉王八一样。肌肉猛男听了顿时暴怒的喊道：“陈无尽，我们启门宗是炼体最强宗门，岂容你评头论足？你以为你的肖特卡尔也就是坦克天下无敌吗？你根本没见过真正的力量。”宫瑶在一旁看了不禁说道：“他们应该也中了玄川鸟的毒性，不如让我们施展媚术，你再趁机。”而陈无尽直接挥手打断了宫瑶的话语：“别傻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你从媚术的噩梦里解救出来，再看你哭啼啼的走老路，我是舍不得的。至于这几个肉王八厉不厉害，要试了才知道。”宫瑶听到陈无尽话语顿时有些心跳加速，而陈无尽再次的把坦克给召唤了出来，砰砰砰，无数的炮弹开始打向了那群肌肉男，顿时浓烟四起。陈无尽见状大感不妙，有烟无伤定律，要完了。果然那位肌肉猛男从烟雾中跳起，啥事没有，握紧拳头，全身力量凝聚，准备朝陈无尽打去。陈无尽对此不慌不忙地喊了一声敖影，刹那间无数的血色爪痕朝着肌肉男抓去，肌肉男浑身是伤的跪倒在地，敖影也出现在了陈无尽身前，周周话说道：“还以为是什么铜皮铁骨呢，就这样。”而肌肉男完全不敢相信，以他们的修为别说是畜生爪子，就算是长枪短炮也不可能啊。陈无尽听了嘴角上扬：“你怎么这么普通又这么自信呢？刚才不过是几发空气弹罢了，我怕我真正用力了你受不住啊。”说着陈无尽手臂伸出做了个手枪动作，走你。顿时陈无尽身后的坦克和之前完全不同的能力波动展开，那群肌肉男面对散发出来余波都要抵挡不住，最终猛男便交谈。白小琴看了对着陈无尽那是一顿夸：“无尽哥哥好生猛，把他们射的腿都软了。”陈无尽听了直接无语了：“小琴这话可不兴说呀，玄幻世界要被陈无尽玩坏了，御姐美女大长腿穿黑丝，各种妹子穿上血脉喷张的 cos。”
就连叶凌晨都不例外，穿上了 JK 制服，不知道还以为是什么漫展。而叶凌晨在阻挡了不知是谁的攻击后，天空中顿时间撒下了一张金黄色的大网，将陈无尽他们给困了起来。在大网的顶端，一位绿发男子端坐在高空，而陈无尽他看麻了，这是在 cos 如来吗？这时端坐高空的绿发男子伸出了一只手掌，说了一句风来，顿时在陈无尽的下方形成了一个金色的龙卷风，将陈无尽的坦克都给刮上了天。这栋镜下的熏风堂女弟子哇哇大叫，白小晴这时拼命地捂着自己的裙子不让这风给吹起来，同时不忘让他的无尽哥哥快想点办法。陈无尽望了一眼天空，让白小晴别急。而在秘境外的众人看着镜面画像变得金光闪闪，不明所以。不过很快就有人认出来了，是玉爪宗的魂王。但不可能啊，玉爪宗宗主无爪的魂王也才不足两丈，这都有鱼塘大小了。而上方的长老席监察长老对赫连老爷子问道，赫连你有没有察觉到那魂网透露着一股古怪？赫连老爷子听了睁开了他的万花筒写轮眼，顿时玄川鸟的形态映入他眼帘，他立马就明白了是有人作弊，因为玄川鸟是魔物，不可能会出现在用来比试的秘境中啊。监察长老听了想叫停比赛，这场比试已经没有意义了，但另一名长老不同意，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不如等分出胜负再惩戒作弊者。这时惊讶他们的一幕出现了，在秘境内的绿发男子也是一脸不明所以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金网在暴动，还出现了无数亮晶晶的星星。还没等他多做观察，那些星星顿时化作红色箭雨刺穿了金网，密密麻麻的红色箭雨瞬间朝他爆射而来，将他给刺穿了。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用说就是陈无尽了，他一手抱妹一手反击，简直不要太潇洒。白小晴看着金网破了也不禁欢呼一声，而陈无尽这时坏笑了起来，只见他又将坦克召唤了出来，随着一阵阵轰隆声响起，炮弹全部打向了空中的绿发男子。在一阵剧烈的爆炸后，一道人影从那爆炸中掉了下来，不用说正是那名绿发男子。此时他一脸的扭曲抓狂，不可置信，怎么可能啊，他的魂网明明已经很完美了。陈无尽这时向他缓缓走来，高深莫测地说道，网可以捕鱼却捞不到细针，小子贪恋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可是很痛苦的。一旁的叶凌晨见到这一幕，心中不禁暗暗想到，陈无尽有些深不可测了，竟然能将灵气化成这样细密刚硬的针。至于天空的玄川鸟，一个回手掏被陈无尽抓在了手中，虽然这小东西挺可爱的，但让我看看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吧。随着灵文字的寻人之术用出，一下就锁定了躲在树后的枯木桌，随后化作灵气绳索将枯木桌给捆绑了起来。陈无尽用力一挥，将枯木桌拉到了他身前，看着眼前的枯木桌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他早闻出来了这玄川鸟上全是那个男人身上的骚味。而一旁的三女听到陈无尽这话，除了白小晴好奇有多骚，青昭和叶凌晨都是一脸抗拒，这都闻得到吗？太变态了。陈无尽顿时无语了，这只是个比喻啊，你们别这样。陈无尽无语了，闻到骚味只是一个比喻啊，一个比喻啊，懂不懂？他要被气死了，直接捏上枯木桌的脖子提了起来，脸色阴沉的说道，历来浪涛大比作弊者都是死路一条，你胆子没这么大，你最好不要包庇幕后黑手。在陈无尽越捏越紧中，主持大比的赫连老爷子他们来了，他们先让陈无尽等等，不要着急的动手。陈无尽看到来人是赫连老爷子后，便放下手中的枯木桌，随着其中一名长老的轻咳示意，另外一名长老在明白意思后手指一动，秘境外的锣鼓敲响了起来，这便意味着大比第一轮结束了，参赛人员将离开秘境回到主赛场展示比赛成果。赫连老爷子这时表示这人就交给他们处理吧，让陈无尽去准备下一轮的比赛。陈无尽听了也是答应了下来，将枯木桌丢给了赫连老爷子。不久后，随着镜面画像的缓缓破碎，秘境外边浮现出多个空间漩涡，陈无尽他们也从秘境中回来了。长老宣布也在这时响起，各位将手中的玉牌展示出来，玉牌数量排在前十便可进入下一关。然而某些人再出来后，却是直接往退场通道走去，而这人数还不少，他们都是没有得到一块玉牌的人，就算是有也都是好手。而陈无尽对着宫瑶比了个加油手势，宫瑶在点头之后将他的玉佩全部展现了出来，引起了不少人的惊呼。之后轮到叶凌晨，那就是更多了，吃瓜群众的惊呼声也是不断响起。最后轮到了陈无尽，长老本想让陈无尽展示出来，却听到一声大喊，只见金色空间通道中又走出了一位非洲人。主持长老看了之后，虽然衣服破烂，但还是认得出是他碧涛宗的衣服，只是这人为何如此眼生。黑鬼少年表示他是前两天才刚入宗门，没想到就赶上浪涛大比了。长老闻言没再多说什么，让他把玉牌展示出来吧。黑鬼少年点了点头，眼睛偷瞄了一下一旁的陈无尽，随后他就把他的玉佩具献出来了，只是数量不要太多了，比叶凌晨都要来得多。陈无尽看了不禁有些疑惑，毕竟这么多玉佩为什么没在秘境中遇见过。一旁的叶凌晨则是很不爽了，毕竟他的玉佩数量被超越了。这时赫连老爷子询问陈无尽，他手中的玉佩有没有超过黑鬼少年。
陈无尽闻言说道：“这我倒是没数，不过我就不做凌空展示了，怕占据太多空间。”便喊了一声敖影，敖影在出现后拿着储物袋将玉牌全部倒了出来。随着玉牌越倒越多，最后直接形成了一座小山。不用说，陈无尽所在的玉灵宗直接获得第一名，而第一名能便优先选择其他两派宗门一起组队进入下一轮。对此陈无尽早就想好了，瞬间就是拉上了两只玉手，他当然是和两位大美女组队了。被陈无尽拉着的叶凌晨和宫瑶也是羞涩不已，但却传来了一声不满的喊声。黑鬼指了指自己，他是第二名，叶和他强强联手才有最大胜算吧。说着一脸期待的看着陈无尽，陈无尽直接摇头说不要，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在黑鬼少年疑惑中，陈无尽指着他认真的说道：因为你根本不是美女啊，如果是你来选择来组队，美女和黑鬼你会选谁呢？答案我想都一样吧。陈无尽当然不用说，直接选择了两位大美女，还一脸认真的告诉别人这个原因，这不就直接给尬住了吗？叶凌晨和白小晴两人立马过来堵住陈无尽的嘴，不让他再继续的说下去，简直是太丢人了。看着陈无尽离去后，主持长老对着黑鬼少年说道：少侠老朽，看你骨骼惊奇却没有响亮的名号，真是奇事啊。而你这身骨让我想起了我宗里的一位故人，那人天纵英才，从无敌手，他离开碧涛宗的时候曾发过誓，除非有一个人能厉害到与之抗衡，否则再不入俗尘。少侠，你说陈无尽可会是那个天选之人吗？黑鬼少年尴尬一笑，这个他就不知道了，毕竟我又不是他。抱歉啊前辈，我也累了，只想好好睡一觉，那么明天再见了前辈。在之后的一处宗门大殿内，枯木桌磕着想投求着赫连老爷子他们饶他一命。面对长老的质问，到底是谁在指使，枯木桌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。对此赫连老爷子用灵气比划了一个手势问道：是不是这个人啊？枯木桌见了立马喊是的，就是他。赫连老爷子在得到答案后发出一声冷哼，一道灵气斩划向了枯木桌，在废了一根手臂后，赫连老爷子极具压迫力地说道：你走吧，别让人发现，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等我们的消息，万事不可太急。在枯木桌离开后，主持的长老叹了一声气，为了试探陈无尽的功力，他还是太急了，只不过这次他要吃些苦头了，毕竟残伤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呀。在另一边的某座阁楼里，赵叔若弹的琴弦却崩断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位下人告知赵叔若宗主要见他。片刻后，赵叔若捧着一桶水前往宗主所在地，而这沙帘中男人就是缺月宗的宗主了。他看着赵叔若的到来，缓缓开口：叔若，你懂得规矩吧？赵叔若顿时感觉到一股恶寒袭来，但不得不跪坐下来为缺月宗的宗主洗脚。而宗主的声音再次传来：这次的事你办砸了。赵叔若听了咽了一口唾沫，颤声地说道：是属下鲁莽了，求宗主垂怜，宽恕属下。说着的赵叔若认真为缺月宗的宗主擦拭。缺月宗的宗主闻言冷哼一声，用脚抬起赵叔若的下巴反问道：赵堂主确定不是有意为之吗？赵叔若只能唯唯诺诺地说不敢。这时宗主让赵叔若起来，一手捏向了赵叔若的脖子：你说你不敢？赵堂主呼风唤雨，智谋无双，怕是不把本宗主放在眼里了。赵叔若闻言痛苦地回应：宗主救我性命，受我功力，叔若至死都要报答宗主，永远听宗主的话。缺月宗宗主残伤在听了赵叔若这么说后，把手松开了：你嘴上倒是很乖顺。说着残伤轻抚上了赵叔若的脸颊：你这自作主张的毛病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说着又一把赵叔若朝他拉去：为了让我的赵堂主长记性，惩罚还是要的。之后赵叔若的惨叫声响彻缺月宗的上空。在不知多久后，赵叔若走出了缺月宗宗主所在地，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一头倒在了自己的床上。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之前在陈无尽面前华丽高雅的模样，他悲愤欲绝：残伤你害我眼残，凌辱我至今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陈无尽，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。和系统御姐一起泡温泉是什么样的体验？当然都有好好的穿好泳衣的。陈无尽本想一人好好的泡个温泉，但他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让他吓了一跳，正是系统御姐冒了出来。他装作一副超凶的模样对陈无尽说道：有没有想人家呀？没有不想这个选项哦。说着伸出一根手指勾着陈无尽的下巴，而且人家一直待在你的身体里，你竟然都没发现。陈无尽看着泳装的系统御姐咽了一口唾沫。系统御姐见状发出一声得意的轻哼：果然没有人不折服于老娘的魅力。但这时陈无尽一手将系统御姐给揽了过来，看着系统御姐嘿嘿一笑，感觉比之前丰腴了些呢。面对陈无尽的靠近，系统御姐有些害羞，但还是嘴硬的说道：少来了，人家这叫微胖，还有老娘原本就这么大了。在陈无尽两人打打闹闹时，白小晴来到了他的房门外。白小晴在听到门后传出陈无尽的声音，立马将房门啪的一声的推开了，询问陈无尽在干什么。只是映入眼帘的一幕瞬间让他脸色发黑，看着陈无尽两人，他顿时气得发抖。陈无尽见状冷汗直流的让白小晴听他狡辩，然而白小晴眼中含泪不断抽噎。陈无尽看得有些急了，从温泉中出来准备去安慰白小晴，然而白小晴却直接来了一句：原来你竟然喜欢的是这种尺寸的吗？系统御姐听到白小晴的话顿时就愣住了，陈无尽也同样如此：你在说什么呀？而白小晴阴沉着脸抓着自己的衣服：
那我也只好让你明白我的好处了。陈无尽看得冷汗直流，想要阻止，但白小琴已经进行下一步动作，而陈无尽看了之后却是什么反应也没有，只说了两个字：好评。好家伙，陈无尽你是真敢说呀。而白小琴在听到陈无尽说的这两个字，那叫一个怒啊，直接拿起自己的拖鞋朝着陈无尽砸去。时间则来到第二天，浪涛大比第二轮正式开始。第二轮的规则则是小组对抗赛，由抽签决定各组员的对手，胜局最多的小组进入第三轮。而叶凌晨一上场就用出了他的森海限灵曲，宫瑶也拿着一把紫电长弓射出了闪电一箭，两人同时解决了各自的对手。而宫瑶看着自己双手缠绕的紫色雷霆，不禁感慨一声，好厉害啊。陈无尽也对他竖起大拇指，夸他不错，昨天教会你的要领今天就掌握了。而场下的遮阳伞处，白小琴和青昭两人看得很不爽，要是让我出战肯定比那个大兄妹强啊。青昭也很是赞同。这时一道话语传了过来，哎呀，你俩这就没意思了，各司其职嘛。也是，毕竟你们不像我身负天地重任。没错，这人正是楚晴曦。他慵懒地躺在陈无尽提供的沙滩椅上，说着中二的话语。白小琴两人看着顿时就无语，用眼神交流着，无尽哥哥还没告诉这呆子真相吗？应该是不敢吧，青昭示意。另一边赛场上，黑鬼少年对陈无尽说道，没想到你还是个调教家。宫瑶顿时不乐意了，说的什么虎狼之词，但黑鬼少年根本不在意，反正接下来的对手就是他了，他很期待啊。陈无尽见状，他也想看看这个黑鬼少年究竟是何方神圣，但黑鬼少年摇了摇手指，可惜地说道，我抽中对手的是宫瑶，女人天生就比不上男人吗？宫瑶抽中了和第二名的黑鬼少年比斗，场外的其他宗门弟子竟然疯狂嘲讽，说宫瑶不过是靠着运气罢了，说宫瑶不过是靠着陈无尽走到了这，说宫瑶是靠勾引别人等一系列污言秽语，这种话宫瑶他怎么可能认同。面对陈无尽的帮助，宫瑶这次他推脱了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但是有些事还是要自己去证明才行，谢谢你，剩下的路无论能不能走下去我都要试一试。天兵罩雪下玉关，鲁剑如杀射金甲，随着灵文字的用出，宫瑶弯弓搭箭，紫色的雷霆之力不断汇聚在三根箭矢之中，在下一秒宫瑶玉手轻放箭矢瞬间射出，在宫瑶射出的三根箭矢顿时化作了三头雷霆之龙，朝着黑鬼少年绞杀而去。刚才还嘲讽宫瑶的宗门弟子见状顿时惊得站了起来，竟然是灵气化龙，他竟有这么强大的灵力吗？而黑鬼少年看着攻击而来三头雷龙，摸着下巴只说了一句，有点意思。面对朝着他袭来的雷龙，竟然直接跳到身上，看着宫瑶方向称赞了一声，以你的修为这样已经不错了。随后他一个吸顶将其中一只雷龙直接打散。而叶凌晨和陈无尽看了心中有些惊讶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能抓到灵体。宫瑶见状他并不放弃，他还没有输，控制着另外两只雷龙朝黑鬼少年绞杀而去。轰隆一声巨大爆炸响起，宫瑶咬着嘴唇心中想着，得手了吗？但遵循有烟无伤定律，黑鬼少年并没有事，手中抓着宫瑶灵气化龙的剑矢说道，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，我都不好意思放手了。说着黑鬼少年用自己灵力缠绕着宫瑶破碎的剑矢，咻的一声原路返回，朝着宫瑶爆射而去。宫瑶立马闪到一边去，正以为自己能躲开，却没想到剑矢竟然会转弯，躲不开时陈无尽闪到了宫瑶面前，一挥衣袖阻止了爆射而来的剑矢，随后抱着宫瑶对着裁判说道，宫瑶弃权。宫瑶听了他不答应，他还有其他招式没有用出来，但陈无尽大喊一声打断了他，认真地对他说道，刚才他的攻击如果直接打在你身上，你早就筋脉俱断了，你真的要为了一时的义气放弃自己的修炼生涯？宫瑶听到这一时间回答不上来。这时下方白小琴喊了一声，宫瑶你最好听无尽哥哥的话，不要任性，而且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吗？宫瑶听到这，他的神色一暗，心中不禁开始自嘲，他肯定也觉得我自不量力吧。然而白小琴却是竖起大拇指夸奖，你明明已经很棒了，最起码比这些只会吐槽屁都干不了的炮灰强太多了。而下方的青昭和楚晴曦两人也是不断夸奖着宫瑶，说他已经很强了，很厉害了。宫瑶听到这心中顿时感动坏了。而白小琴拉着宫瑶的手继续说道，千万不要因为那些没用的男人说你几句就觉得自己不行，你明明超厉害的。陈无尽看着这一幕，摸着下巴好奇地对白小琴问道，你这丫头哪里学的这些话？白小琴闻言比了个心，那么无尽哥哥你爱了吗？毕竟一想到无尽哥哥以后要和这么多女孩相处，我就开始操心了呢，这可能就是正宫的格局吧。白小琴的格局打开了，她竟亲自安慰自己的情敌，还有学习怎么和陈无尽以后的女孩相处，她要有身为正宫的觉悟。但系统御姐不乐意了，明明是她先来的。陈无尽见状立马将系统御姐按了回去。白小琴看得有些疑惑，刚才那个是什么？陈无尽听了尴尬一笑，没有啊，我被你撩到了，刚才是我的心跳。这时叶凌晨喊了一声陈无尽，只见叶凌晨满脸不爽地说道，你要泡妞就滚到台下去泡，别挡着我夺冠军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浪涛大比第二轮结束，前三名已尘埃落定，接下来将进入最后一轮考核。而陈无尽看着叶凌晨竖起大拇指，咱们一起加油啊。叶凌晨听了扭头切了一声，就在这时一个木盒突然被打开，赫连老爷子将木盒中的卷轴取了出来，
随后手指一挥，轻喝了一声，刹那间卷轴凌空被打开，散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。当光芒散去后，众人也认出来这是妖神图，而赫连老爷子便讲述最后一关的规则。此图本是上古神人留下的秘籍，多年前妖神凤岭因好奇误入，至今没有找到出来的路。你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妖神，谁先将妖神带出，谁就是最终赢家。陈无尽三人听了顿时就无语了，妖神是千年的修为，自己都走不出来，竟还要指望他们，万一他们也找不到出来的路怎么办？赫连老爷子闻言哈哈一笑，说道，这图的出口不难找，主要是因为妖神是个路痴罢了。不过这妖神图中看似平静，却石壁光滑，隐藏着重重关卡危机，若有不慎便会坠入灭神渊，形神分离，挫骨扬灰。这厅的其他宗门弟子都震惊地站了起来，不至于玩得这么狠吧？不过是一场考核而已啊。白小晴和青昭两人听了也是很担心，他们不想让陈无尽进去，但叶凌晨这时说了一句，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速战速决。陈无尽见状便跟上了叶凌晨，心中不禁暗暗赞叹，叶凌晨当女的真不错，很飒。正要进入妖神图时，赫连老爷子喊住了他们，对着三人解释其原因，原来上古神轴忌讳外气，稍有冒犯便会导致卷轴崩塌，本场比试都不能携带自己的兵器。赫连老爷子还拿出一个储物袋，让他们把自己的兵器都放到这，赛后他定当奉还。没办法，陈无尽他们便把自己的武器放进了储物袋中，连傲影都被陈无尽放进去了。等陈无尽他们都放好之后，赫连老爷子凝聚出了三样物品，这些是根据他们的特质用重瞳炼化的魂器。叶凌晨得到是一把长剑，黑鬼少年得到是一只可爱的白猫，而陈无尽得到却是一个项圈。陈无尽看着手中项圈，他不明白拿着这个有什么用，但这时项圈却不由自主的给陈无尽戴上了。陈无尽看着项圈，突然脑子灵光一闪，难不成这个是用来给他收服妖神的？想到这，陈无尽心中就一阵的兴奋。随着第三轮的比试的正式开始，陈无尽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的地方。这时陈无尽好像被什么给绊倒了，直接摔在了地上，但他起身惊呆，他的一幕出现了，只见他的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，只剩下一个项圈和其他莫名的。陈无尽他懵了，他彻底懵了，他自己身上衣服是什么呀？脚上竟然还绑着一个铁球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啊？蒙圈过后，陈无尽灵文字写出用来破坏自身这奇怪的装扮，但下一秒又恢复原样了。陈无尽便明白了，普通攻击对他没用，这也让他很不爽，不明白赫连老爷子到底想干什么。这时他注意到后方有东西袭来，一个闪身将之躲过，认真一看竟然是花瓣。看着自己脸颊被划出了伤口，心中暗暗想到，这花瓣好锋利啊。这时飞出的花瓣却是转了个弯又朝他袭来，但陈无尽被这诡异的锁链给限制住了，做不了什么有效的反抗，而这花瓣团似乎是在调戏陈无尽，直接朝他脸上打去。这气的陈无尽一口向那花瓣团咬去，真当他老虎不发威，当他是病猫是吧？咬中后，那花瓣团却变成了一只小精灵。在松开嘴后，陈无尽看着跑出去的小精灵就觉得离谱，而逃离嘴边的小精灵愤怒地控诉陈无尽的罪行，然后小精灵操控自己的发丝朝陈无尽袭去，直接将陈无尽给束缚了。这让陈无尽脸黑了，想挣脱也挣脱不开，这头发是钢丝做的吗？他的怒火已经止不住的升腾，被赫连老爷子坑了也就算了，一只小小精灵竟敢如此对他，暴怒的挣开的小精灵的发丝束缚，然后一手朝着小精灵抓去，戳着小精灵的脸蛋，别以为你们长得可爱我就惯着你们。但看着眼泪汪汪的小精灵，陈无尽他也哭了，这他喵的也太可爱了吧，确实是下不去手了。果然和女人打架这件事他还是不擅长，要是叶凌晨在就好了。而陈无尽最后也是被他放的小精灵给抓了。另一边，叶凌晨所在地，他正跟沼泽怪战斗着，在解决后他也是累得气喘吁吁，看着周围被他打倒的沼泽怪，他不禁发出一声呢喃，陈无尽他到底在哪呀？但这他身后的沼泽又咕噜咕噜的响起，一头巨大的沼泽怪从中冒了出来。叶凌晨看了咬紧牙齿，心中暗骂一声可恶，看着袭来的巨大手掌，叶凌晨大感不妙，他来不及用灵文字防御了，因为他手中这该死的破剑一发力就变准，根本砍不了人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小白猫划过了沼泽怪的手腕，紧接着是一道巨大金色光柱将沼泽怪给洞穿，而出手之人正是黑鬼少年。此时他有些阴阳怪气的对叶凌晨说道，哎呀呀，第一剑圣叶凌晨还要别人来救，也未免太狼狈了吧。叶凌晨听了，挥舞着手中的巨剑，满脸不爽喊道，闭嘴吧你，要不是这把剑根本扔不掉，我需要你多管闲事吗？但叶凌晨又好奇为什么黑鬼的猫一点变化都没有，黑鬼少年对此表示不知道，可能这就是人品的原因吧。这话说的让叶凌晨想打人，而就在他们两人的交谈中，一道人影突然从叶凌晨身后闪过。叶凌晨看着黑鬼少年的表情，有些疑惑的向后看去，我背后有什么吗？黑鬼少年听了，冷汗从他脸上流下，口中回应，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个一闪而过的裸男。这话让叶凌晨眼睛眯了起来，认真看去，这种地方还会有裸男吗？只见陈无尽被小精灵的发丝全身包裹着，
手中写着两个字，救我。叶凌晨和黑鬼少年看去顿时就惊呆了，玩得这么花吗？但还是朝着陈无尽追去。没有想到叶凌晨也有病娇这个属性，在陈无尽被小精灵抓去被叶凌晨他们发现后，也是尽力的去追逐。而陈无尽扯下的嘴边的发丝看着叶凌晨很不满，因为小黑跑的都比他快，是不是不想救他呀？叶凌晨听得气愤不已，怒骂陈无尽没良心的，没看到他拖着一个累赘吗？没办法的他灵文字写出，化作一张金色的大网拦在了小精灵的面前，让小精灵突破不了。叶凌晨见状明白机会来了，灵文字再次的写出，准备救下陈无尽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陈无尽大喊了一声叶凌晨，这让叶凌晨愣住了，不明白怎么了。而陈无尽神色担心的说了一句，千万小心啊。叶凌晨听到这关心的话语瞬间就羞涩了，结结巴巴的说道，比起我你还是先关心下你自己吧，这点小事对我来说简直易。然而还没等叶凌晨说完，陈无尽继续说着，千万不要伤害到这些小可爱们，这么漂亮打坏了就不好了。这话一出，不仅叶凌晨懵逼了，连小精灵也是满脸问号。懵逼过后的叶凌晨停下了脚步，脸色阴沉了下来。小黑也似乎察觉到了危险，立马跑路。而叶凌晨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，哈哈一笑，脸上露出了病娇的神态，行啊，可以啊，我这就来救你，小可爱们可千万要躲开啊。小精灵看到叶凌晨那副恐怖的模样，立马丢下陈无尽跑路。陈无尽还在那疑惑小精灵怎么不帮他了。而这时叶凌晨已经挥舞着那大剑，砍出了一道绿色的斩击，绿色的斩击化作一道鬼面朝着陈无尽斩去，瞬间就是把陈无尽给斩飞了，化作一道光速撞向了远处的人影。叶凌晨他们看了顿时对着陈无尽大喊小心。后面在陈无尽的不明所以中，他直接撞上远处那人的身上，强大冲击力让他咳出了一口鲜血，随后向下滑落，眼冒金星。这撞的他脊椎疼痛不已，用灵文字缓缓治疗自己。这时他的身后传来一阵动静，陈无尽转身看去，只见他身后站着一位非常高大的女人。而紫发御姐听到女人两字发出一声轻笑，随后她翘着二郎腿坐在他身后的巨树上说道，真是好久都没听到这个称呼了，这幅画里的一切生灵都得尊称我一声奶奶，你们不知道可见不是画中生灵。说着的他又拉上陈无尽带着项圈，眼神朝着陈无尽看去，那么你们就是食物了吧，我还没尝到过这么美味的小鲜肉呢。陈无尽看着伸过来的舌头，他麻了，这和想象的不一样啊。而下方的叶凌晨着急的对陈无尽大喊，陈无尽你怎么还不反击，真想被他吸干了。陈无尽听了很是无奈啊，他也想啊，可是这该死的项圈他一反抗就压制，失策了呀，还以为是捆绑推别人，没想到是推自己。紫发御姐见状捏着陈无尽的鼻子说道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些武器都是赫连山那个坏老头故意打造来制衡你们的。说着舔了一下嘴唇，还是乖乖受死体面一些吧。陈无尽他彻底麻了，怎么也没想到是别人捆绑推自己，说好的推别人呢？面对马上就要被紫发御姐吃掉的陈无尽，小黑这时手臂一挥，小白猫瞬间窜出，嗖的一声划过了紫发御姐的手臂，陈无尽也趁此机会逃脱。而紫发御姐似乎有些惧怕白猫，手挡着自己不断大喊让小白猫走开，面对小白猫的靠近，顿时就是惊吓的大喊了一声，立马躲到树后发出了呜呜声，猫什么的他最讨厌了。而叶凌晨看的这戏剧一幕，那是一脸烦躁，让一旁小黑赶紧让小白猫放大招结束这场闹剧，这让小黑不解了，小白猫哪里有大招啊，拜托他只是一只小猫猫啊，这样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。陈无尽听到小黑的话，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，一拳砸向了自己的手掌，原来如此，他明白了，在赫连老爷子把特制的魂器交给我们的时候，说是会按照我们设想来的，而魂器又与我们的设想作对，只有他并没有对灵猫做过太多的想法，所以这项圈只当做是一块铁而已懂了。想到这火系灵文字写出，将铁烧至极热，再用极冷的水浇灌，果然控制力变弱了，衣服再逐渐变回来，最后项圈咔的一声破碎开来，陈无尽呼出了一口气，他的衣服总算是回来了，不会被人当变态了。一旁的叶凌晨看的也是相当惊讶，魂器竟然被破解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根藤蔓突然抽向了小白猫，正是紫发御姐微微颤颤的走了出来，口中倔强的说道，忍你们很久了，真以为一只破猫能奈我如何。而小黑立马蹲下来查看小白猫有没有事，这时紫发御姐准备动用灵力给陈无尽他们一个教训，毕竟太过不知天高地厚的猪吃起来不香。一阵嗡嗡声响起，一群诡异的紫色蝴蝶朝着叶凌晨他们袭来，小黑看得冷汗流下，灵文字迅速在他手中写出，深山无水又无人，晒网滩层夺日明，顿时灵气化作金色大网阻拦这些黑色诡异的蝴蝶。另一旁的叶凌晨则是用出火系的灵文字来阻拦，但是他那把沉重的大剑又无时无刻的在抽走他的灵力，这让他一
一时间没办法完全阻拦的黑色的诡异蝴蝶。而陈无尽可不会放过英雄救美的好时机，一个手指划过，化作一道灵力斩击，黑色蝴蝶直接消散不见，随后再凝聚三把金色长剑对准叶凌晨的大宝剑，一声破字说出，叶凌晨的大宝剑应声而碎。叶凌晨看着手中的大宝剑散去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突然叶凌晨脸色居然苍白起来，向下倒去，因为灵力被刚才的大宝剑抽走过多。在叶凌晨将要倒地时，他的身体被两只手穿插而过，然后有力的抱紧。正是陈无尽给他来了一个公主抱，而陈无尽让叶凌晨搂着他的脖子，这话瞬间就让叶凌晨脸色羞红了，但还是照做搂上了陈无尽的脖子。而陈无尽浑身金色的光芒开始爆发，下一刻冲天而起的金芒将周身的黑色蝴蝶驱散，随后看向怀中的叶凌晨，调笑的说道，怎么第一剑圣叶凌晨连剑都不会用了呀？他害羞了，他害羞了。叶凌晨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有今天，他会被自己之前喊打喊杀的陈无尽来了一个公主抱。面对陈无尽调笑的话语，这让他很不满的鼓起了小嘴。现在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他面对陈无尽时的小女人样，还用小拳拳捶陈无尽的胸口表达自己的不满。陈无尽对此只是微微一笑了，而一旁的紫发御姐人麻了，他的攻击没起到作用也就算了，为什么他还要吃狗粮啊？对得起他这个一千年的单身狗吗？气得他对陈无尽两人破口大骂，你们两个在秀个屁啊，这波属实是给他整破防了。而他的面色变得凶狠了起来，你们不过是我肚子里的两盘菜而已，真是找死。说着恐怖的灵力波动从他身上开始爆发，但下一瞬间他的神情正住，脸色露出了惶恐之色，呢喃地说道，不可以，现在不行。这样远处的小黑不由地看向陈无尽问道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同时心中不断的逼逼，你们还要抱到什么时候？不考虑考虑我这个单身狗的感受吗？陈无尽并没有回应小黑，而是对着紫发御姐妖神说道，看来在这话里待久了你也很辛苦，这里的一草一木其实都是用你的灵力维持着的吧。妖神听了冷哼一声，倔强地说道，你没有必要知道。而陈无尽则是叹了一口气，让妖神对他们不用有那么大的敌意，要是想出去大家一起想办法便是。妖神这一听却是怒声大喊，谁要出去了？说着面色开始狰狞起来，浑身上下散发着黑色气息，他知道又是赫连连山那老不死的在胡说，一年又一年又一年，赫连老头你为什么总要折磨我？陈无尽感知到危险，主动护在了叶凌晨面前，叶凌晨看得有些害羞。而妖神那边他终于是爆发了，庞大的妖气席卷而出，面对这袭来的千年妖气，就算是陈无尽他们也有些难以抵挡。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，妖神的妖气直冲云霄，陈无尽他们奋力抵挡，但下一刻妖神却是原地消散不见了，陈无尽三人直接看麻了。就这样，就在这时地动山摇紧随而来，叶凌晨见状想要到山崖去，陈无尽却是不同意，因为现在整幅画都处在变幻中，随时都会崩塌，现在只有咱们三个围在一起保持稳定最好。然而小黑在这摇晃中他晕了，呕了一声，像喷泉一样把吃的全吐出来。陈无尽看得直接无语，怎么就这点出息啊，把小黑的手放到自己脖子上，看来还得靠他呀。这时更加剧烈的震动响起，地面开始四分五裂的裂开，让陈无尽吃惊的一幕出现了，只见他脚下一个泥土所形成的巨人站了起来，他们三人与这泥土巨人相比是那么的渺小。然而叶凌晨这边又开始出状况，原来叶凌晨他有巨物恐惧症，这一下让他腿抖得不行，直接失去战斗能力，眼中开始冒圈。陈无尽看的是真的无语了，手伸过去拉住了叶凌晨，而他们脚下的泥石巨人开始寻找陈无尽他们身影。叶凌晨这时想吐，却被陈无尽捂住了嘴，不让叶凌晨发出声来。然而这石头巨人身上却是不止一双眼睛，在陈无尽的脚下另一只眼睛显现了出来，不用说陈无尽他们是被发现了。紧接着其他泥石巨人开始拔地而起，向着他们走了过来，陈无尽的耳边还响起泥石巨人的调笑声，怎么样啊小娃娃，一会儿可别哭着找妈妈。但陈无尽怎么可能惯着他，直接一脚踩碎他脚下的眼睛，简直可笑至极，不就多几只眼睛吗？给我哥这装克苏鲁吗？你这样的怪老子游戏里见多了，现在我可是反派啊。陈无尽他没想到也有当保姆的一天，太麻烦了，这两人还没打自己先嘎了一遍。随后他让叶凌晨赶紧抱住他的脖子，这个时候就别傲娇了。至于他手上的小黑子就没有那么幸福，为了让小黑子支棱起来，直接就是一套连环巴掌套餐送上，务必把他叫醒。而连环巴掌下小黑子醒了是醒了，但也成了猪头了。迷茫的小黑子询问是不是地震了，陈无尽表示这顶多算个857的蹦迪。还不等小黑子疑惑什么气什么敌，一只巨手已经向他们扫来，小黑子反应迅速，立马窜了出去，停住脚步之后写出了一个炸字，只见泥石巨人的手臂开始砰砰的炸裂，最后一整条手臂爆炸开来。而陈无尽看着下方的小黑子使用单字灵文字，而且威力还巨大，这让他不由想到在碧涛宗里掌握这项绝学的人可是屈指可数啊。不过这么强大却又这么没脑子的也就他了，
这让一旁的小黑子疑惑陈无尽在说他什么。陈无尽表示没什么，在夸他帅。随后他手指伸出一缕电芒，开始在手中闪耀，然后他一直指向天空，口中喊道：惊雷这通天修为，天塌地陷紫金锤。随着这句话语的说出，天穹顿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。下一刻，无尽的落雷突然降下，全部轰在了下方那泥石巨人身上。一阵轰隆声响起，所有的泥石巨人全部开始解体。一旁的小黑子看了便明白了，原来这石头缝才是这些大块头的弱点。然后又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真是个榆木脑袋呀。这时陈无尽朝他喊了一声小心右边，小黑子的反应速度不用说，那是相当快，一个土拳瞬间就拔地而起，挡住了袭来的藤蔓，然后一个动字直接将藤蔓冰封。而出手之人正是那位千年妖神。妖神见状不由得咬紧了牙齿，恨恨地吐出几个字：你们几个臭蚂蚁可真是难缠。但这时他耳边被吹了一口气，同时一道声音响起：我看你才是个磨人的小妖神。然后不知道哪里来的章鱼触手将他捆绑了起来。而陈无尽看着妖神认真地说道，一副话总是会褪色的，守着这虚妄的壳子做什么？这话语瞬间让妖神怔住了，他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位帅气的白发男子对他说的话语：听花，凡尘一梦，不过镜花水月，守着这虚妄的壳子做什么？但这一切都是虚妄吗？可是当初在我生命降临里像神一样的男人也是假的吗？我是牡丹所孕育的小精灵，在我降临的那一刻，我遇见一位说我是一个好艳丽的小东西，这让我很不乐意你才是东西呢。看着他戳着我的手指，我直接就是一口咬了上去。但他只是微微一笑说道：小东西脾气还挺大呀。也罢，在我魂归太虚前，有你这么个小东西相伴也不算寂寞了。说着的他施展灵文字，想让我快点长大，但这股灵力却是一下子让我长得太大了。看着他色眯眯的看过来，我立马就是捂着自己的春光让他别看，而他还算绅士，扔下了他的外衣为我遮挡，并且还给我取了名字：你是生在听畔的花妖，以后就叫你听花吧。我是牡丹花中诞生的小精灵，是他帮助了我长大，是他帮我取了名字，是他在我遭遇袭击的时候救下了我，面对我的伤势是他主动的献出他鲜血为我治疗。虽然我每次都趁他睡着的时候偷袭他的血，弄得他身上全是我牙印，看着我脸皮薄，是他温柔中又带戏弄，让我放下了羞涩，让我一口咬上他的肩膀，吮吸他的血。在我知道他为了救我不惜自废修为，我陷入了无尽的自责。他只是轻点了一下我的脑袋，说了我一声呆子，然后抱紧我说：你是我亲手点化的小妖精，我不保护你那该保护谁啊？他的话语是那么的温柔又让人沉醉。在之后的点点滴滴生活中，在他偶尔的作画中，我则安静地躺在他的腿上享受他的吸枕。在那时候，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灵，然而接下来却是一切都变了。在我撕心裂肺的哭喊中，哭喊他为什么要留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，你好狠的心啊。而他在魂归太虚前只留下这么一句话：听花，凡尘一梦，不过镜花水月，守着这虚妄的壳子做什么？可即便是虚妄的壳子，也是我真心相待过的，我绝不允许，绝不允许别人破坏他。陈无尽直接听得无语了，看着嘤嘤哭泣的妖神摇了摇头说道：好可怜啊，年纪轻轻的时候被人骗去了身心就算了，那人爽完了自己拍拍屁股就死了，留下你一个人痛苦了这么多年。小黑子和叶凌晨两人听了很是赞同的点了点头，然后三人一起做出无奈的动作，齐声说道：这他喵完全是个披着痴情皮的绝世渣男啊。然而说完的陈无尽却是被抽了一巴掌。妖神让陈无尽闭嘴，叶凌晨看不下去了，但陈无尽拦在了叶凌晨面前，而妖神眼中含泪愤怒地喊道：不准你诋毁青红上尊，他没有骗我，他说过万年之后他会回来的。陈无尽见状叹了声气：那是他套路你的，想当初我还骗我前女友，如果60岁还没结婚就在一起呢。但妖神不信，他的青红上尊怎么可能和陈无尽他这种轻佻浪子一样，而且他对我是特别的，不然不会从那么多精灵里选中我，还耗费灵力帮我化形。陈无尽听了却是微微一笑：男人有什么不一样？至于灵力的话，你指的是这种灵力吗？只见陈无尽复刻了青红上尊对妖神的灵文字，目标则是一旁的小精灵。只见小精灵瞬间就长大化形了，变成了一位绝世美少女，而小黑子看得双眼冒红星啊，完全是他的菜。陈无尽做完后便对妖神表示：懂得这个方法的人呢，随便就可以做到啊。妖神在看到这一幕后直接跪了下来，他的心中动摇了，他完全不敢相信竟是这样的。陈无尽见状叹了生气，决定再加把力让妖神完全清醒。只见他写了一个句子灵文字，这个作用是能让青红的残留在这画中的残魂显现出来。妖神见状立马开心地迎了上去，而青红也是抚摸上了妖神的脑袋，对着妖神说道：真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见到你啊。芦花，不对不对，是雨花还是冬花或者夏花？而这些名字顿时就让妖神愣住了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，然后急忙地抓住了青红的衣服说道：青红你怎么了？我是听花呀。青红听了有些不敢看向妖神，好像是这个名字。哎呀不好意思，几千年前的事儿了，不太记得了。这无情的话语瞬间击破了妖神的心神，他哭喊着：不可能，为什么会忘了他的名字？青红听了为难地说道：这不很正常吗？我生前收的小精灵太多了，难免会记错，这不过分吧。
而陈无尽在一旁补刀，作为上尊，他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会留有一些本体残魂，虽然是残魂，却也的的确确代表了他本人。而青红看着呜呜哭泣的妖神，连忙上前安慰道歉，你别哭啊，是我错了行不行？然后看着周围的风景画像，一时间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画的，但他明白是妖神用灵力一直维持着他的色彩，轻抚着妖神的小脑袋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而这幅画马上就会跟我一同消失了，你也快去过自己的生活吧。不等妖神反应，青红的残魂开始缓缓的消散，妖神立马急了，让青红他不要走，但随着青红的完全消散，他绝望的跪坐在地面上呢喃出声，你走了，那我这千年来的等待又算什么呢？